王正彪你好，是不是台湾的法律吼，正经若要对付人民是百百条，啊若拄着财团吼，是合作无半条。咱讲较歹听的吼，你若咧路的啊，食一支啊薰吼，薰屎乌白弹，你也着罚钱；包槟榔吼，乌白屁，你也着罚钱；街头巷尾你乌白甲弹粪扫吼，你也着爱罚钱。可是，在三年前，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封装测试厂日月光，它一年的营收是几十亿上下，在三年前竟然排放极高酸的废水到后劲溪，导致下游的农田受到很大很大的伤害。整个后劲溪呢，其实这几十年来是一片沧桑血泪史。可是，在之前去年的时候呢，高雄地方法院一审判决，其实那时候我们也谈，这其实也叫轻判呐哈。排放那么严重的废水，在一审的时候呢，是判他们的厂务处处长等四个人一年四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不过都可以缓刑。可是，在今天台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做出来二审的判决是通通大逆转。这么严重污染大高雄地区后劲溪，全球最大半导体封装测试的大厂日月光呢，四个人通通无罪，在一审的时候还判说要赔300万，现在连300万都不用赔，是不是台湾的司法在纵容这些大财团毒害台湾？当然，高等法院也有说，其实呢，这是法条释法性的这些问题。以及你很难就举证说所谓的河川污染整个重金属危害是日月光所造成的。今天我们好来谈一下，在三年前这一场日月光排放高酸的这些有毒废水，为什么在今天通通大逆转，通通无罪？介绍三位特别来宾，首先欢迎是地球公民基金会执行长李根正李老师，观众朋友大家好；环境法律人协会理事长詹顺圭詹律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除了今天谈高雄，也要谈全台湾的哈。其实这几年来，已经看到哇，怎么有牛奶河哦，还有芋头河这种突然间，其实昨天的台风哦，大概惊到死。可是台风我们怕的不是只有风，不是只有雨，还怕很多很多黑心工厂在台风夜的时候呢，大排空气的污染，大排所谓的废水。我们也欢迎是桃园在地联盟的理事长潘宗正潘老师。新中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是不是正经吼？咱的法律拄到财团，正经是法律百百条，拄到财团无半条。至少呢，我们有一个水污法可以去罚，至少我们有一个废弃物清理法可以罚，至少我们有一个刑法公共危险罪可以罚。但是为什么通通都罚不了，而今天二审大逆转，通通无罪？我们来看看。日月光 K 七厂于民国102年十月间被控偷排废水污染后劲溪，高雄地方法院去年十月依废弃物清理法判处 K 七厂屋处长苏炳硕等四人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到一年十个月不等的罪行，日月光也被判罚300万元。检方不服上诉，结果二审大逆转，全部无罪。水污染防治法第36条，直到今年才修正。本案在102年行为被告行为的时候，那水污染防治法并没有刑事处罚的明文规定。本案回庭认为被告不构成犯罪，无罪或者是免罚，但不表示日月光这个行为是正确的，也不表示日月光没有这个行为。只是因为法律规范导致这样的判决结果。当时担任高雄市环保局长的现任副市长陈金德认为，没有刑责不代表没有责任，而环保团体则质疑这样的判决只会助长财团和企业漠视环境问题，仅检送单一的鱼体，致使法官无法比对，做出无罪的判决，是否执法过程轻率也有责任。不能直接认定重金属的污染就是日月光公司本次溢流事件所造成，已经抓到明确的证据，那你只是说因为它证据太单一，那我觉得正在凸显说长期台湾的这些环保机关对于整个长期的这些污染的监控是有问题，可是也凸显了整个这个法院对这种环境污染判决太过倾向财团。高分院指出全案仍可上诉，高雄地检署则表示将等收到判决书之后再看后续处理。记者郭采燕、孟昭全高雄报道。
我们时间回到三年前，到底日月光做了什么事情？它排的到底是什么水？我们来看看这个毒水呢，是高雄日月光 K 七厂，这是高雄市第九大的排水量的事业，连续二十四小时排水，那一天呢大概是5500吨，相当于两个游泳池。啊，就是讲啊，意外，这我绝对不是挑工的，这意外，这就是咧换一个、迄个什么什么一个塔来吼，啊，拢讲迄个人讲无经验，啊，所以强酸这个盐酸呢，通通跑出去，意外。哦，这个也没有造假啊，也愿意改进。那排出来到底是什么东西呢？酸碱值呢？采样槽呢是 7.06， 放流槽是 2.63， 法定标准呢是6到9。换说它强酸，再来悬浮固体呢是96毫克，超标3倍以上。化学需氧量呢135毫克，也超标1.多倍。这个是比较惨的，然后镍含量。重金属的含量标准是1毫克，爱惜我这4.38毫克，原本的废水是5毫克，换句话说几乎没稀释，都要鬼给抢出来了。可是我先请教李老师，一审的判决其实在上次去年判决的时候我们也谈到，对很多人来讲那叫轻判。对啊，重罪轻罚啊，今晚拿不是轻判，现在是完全不罚，通通无罪。你怎么理解今天这个判决？不，我整体来讲就是对这个，不管是整个政府机构，从环保机关、高雄市政府，一直到法院最后的这个判决，其实整体来讲还是觉得非常的痛心。就是台湾的法律没有办法保护台湾的环境，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当时张前生，其实你想想看，日月光营收一年是2200亿，然后不是只有这个案件，从2011年到2013年。整个日月光被裁罚是29次，也就是说日月光是累犯，不是只有偷排这一次，违法这一次是。像这样一个恶行重大的一种这个财团，然后我们政府最后其实第一次的时候只抓了4个，就是算是中间干部吧，然后罚了300万，这个人民怎么能够服气呢？罪永远上不了这些大财团企业主，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其实在去年这种重罪轻罚的问题，其实我们就觉得非常的心痛。那我请教你，刚用了一个很重的话，叫做台湾的法律保护不了台湾的环境，但这是法律的条文问题，是法律漏洞百出的问题，还是执法者的问题？那执法者有两部分嘛，一个是公权力的，包括是市政府、环保局这些人；另外一个就是宣判的，不管是所谓的检方或者是法官。我们来看看二审为什么判无罪呢？原本包括厂务处处长苏炳硕、废水组组长蔡其勋、废水组工程师尤志贤以及刘威成这四个人呢，都是判1年4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可是可以缓刑，啊，何登阳呢是无罪的，可是今天呢，高院说通通无罪。那原本一审说要罚300万，那说因为法条不适用，所以300万也不用罚。那为什么何登阳无罪呢？他说他也不是负责人，只有行政的支援等等的。好，我们来看看整个无罪的判决理由到底是什么。第一个，发生的原因又不是 K 七厂。哦，这个是说汉华水处理公司的人员是另外一间公司的人员在换这个所谓的盐酸除铜管线的纸漏垫片，就是一个刚刚塌烂的物件了哈，公布经验了啊，没有通知 K 七厂，所以这责任也不能完全归罪于 K 七厂。再来呢，这个排放的废污水不适用有害事业废弃物的认定标准，结果其实看不啥污了哈，伊讲污泥跟污水跟废水无同款，形态不一样。所以你如果是废水，你就不能用所谓的有害的事业废弃物，你要用水污法去管它。而且在供对很多人民来讲，这些花露洗的公厂，然后无法可管。说水污法是在104年2月之后才修正的，就是有刑责那一条了哈。但是这个行为是在之前，所以你不能用后来的法律来去规范，来去刑罚之前的行为。而且它不是任意弃置啊。因为处理废水的这个设备嘛，所以它是意外出来的，所以它不是任意弃置。啊，然后哎，鱼类呢找到说很高的重金属含量，啊，说你在鱼里面找到重金属，跟 K 七厂跟日月光有什么关系？这个连带的因果关系你无法证明，
所以也无从证明危及形态、生态环境的迫害。换句话说，因为种种理由，所以今天高院判决是通通无罪，300万也不用罚。所以詹律师，我想请教，所以你们念法律的人怎么好像理解上跟一般人都有很大的落差？罪证确凿呢，连日月光都说真的我有排，而且他也说真的我就是排这种水，但是不用罚，通通无罪。其实我想我作为一个媒体惯称的这个环境律师，我更希望呢日月光这个案子呢他可以被重罚。但是我们法律不可以有两套标准，一并只能一套标准。那我先解释一下，法院它是被动性的，它只能在检察官起诉的，他检察官认为的那个犯罪事实，他把他起诉的范围之内来审判，来检视说啊，检察官所提出来的证据呢，能不能够证明说检察官所认为的起诉呢，确实是够，确实已经确定是犯罪，然后来加以判罪。法院只能这样子而已啊，如果没有不是检察官所起诉的范围的话，那他即便有怀疑，他也不能直接判，他顶多只能最后去最后判决的时候交代说，那另外的一部分的检察官，你要不要另外再起诉再送进来，让我再判？他不可以直接就判，这是法院他只能被动的在检察官起诉的范围之内来审判，这是一个，这是他一个大前提。那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再来想想看，比如当这个从这个那个。两年前强拆的这个大埔张药房，然后后来818占领内政部到318学院这些事情，我们很多的公民针对检察官去起诉，就说去起诉这些学生妨害集邮法啦，妨害公务啦，好，那回过头来学生去告江宜桦都被判无罪的时候，我们人民也很愤慨说啊，检察就说这些犯罪的那个事证，就说明明就是那么的不清楚，那。检察官为什么要起诉？那当然，其实大部分后来检察官不起诉的比例也相当多啊，也有很多法院是判无罪。我们用相同的标准里面，在妨害公务跟集邮法案件里面，大部分的公民我们都会说啊，因为这是刑事案件，我们要求法院呢要严格遵守无罪推定主义啊，要严格遵守罪行法定主义。那这个里面简单的理由就是法条怎么规定，法官只能被动的适用，至于法律的周不周延。够那个恰不恰当，那是立法委员的事情，好，法院没有办法去逾越。那所以用相同的标准，我们移到这个案子来看，当然就会觉得很痛心。可是呢，因为在还没修法之前，《水污染防治法》第36条，它的规定是仅限于说，没有取得排放许可，而你去排放的那个有毒的物质，那所以被处罚。那在这个案子里面呢，刚刚好。那个日月光呢，它是有取得排放许可的，只是说它排放的那个污水里面含有这个有害物质，就是啊铜啊镍啊等等这些超标这些问题。但是因为这样子呢，它就不符合水污染防治法第36条的构成要件，所以法官没办法去加以处罚。那这也是在地方法院呢，他只好不得已，他去绕道到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是的原因。但是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它规定是说任意弃置有害物质，好，它那个条文是这样子规定。那在这个案子里面，当然这个事实认定的部分呢、啊，刚刚讲过，法院只能被事后来认定。检察官起诉的时候也已经好几个月后了。第一时间在这个案子发生的时候呢，到底是日月光的人，因为那个汉华公司人在装设的时候的那个疏失所致呢，还是日月光过去就是常态性的会加高量的那个自来水去稀释，早就已经是这样惯犯了。其实只有案发第一时间，就是2013年10月1号当天呢，其实只有日月光才知道。第二个就是事后快速的来到现场的高雄市环保局人员才有可能知道。那法院事后来看，检查就是说。高雄市政府环保局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给高雄地检署，那地检署起诉的时候没有办法举出足够的证据，说这一部分呢，日月光是刻意的，是一个共犯。好，刚刚那个更正所讲的是说啊，过去已经有前科累累，日月光前科累累这样子的那个水污染处罚的记录，我们就要问了。其实我在一年前我就问过高雄市政府当时环保局长陈金德，你有把这些记录呢？提交给检察官做参考，检察官有把它作为起诉的证据资料之一吗？如果没有，法院他也没很难直接的去用水废弃物清理法来处理。那这两个的差别，最主要说，
水污法它当然就是说，如果你透过污水排放，既然有水污染防治法已经明文规定了，那废弃物清理法它处理的东西其实两个的标的应该是不一样。那本件呢，既然是透过污水以及污水处理系统而排放出去的那个排放行为，那这一部分本来就已经被规定在水污染防治法的要件里面了，那就不应该因为这里法律规定的疏漏呢，去找一个呢处罚形态样态跟它不一样的废弃物清理法来加以处理。这是法律上的逻辑。那至于说他们用了另外一条更重的那个刑法第190条之一罪，说放流毒物自身公共危险的这样罪，那因为那这个案子高雄市环保局移送的也只有，就我刚讲，只有2013年10月1号当天的8个小时的排放行为。那这样的行为，检察官就根据这样子来起诉。那我们就一天8个小时，尤其是污水，因为你排放到河川，河川有它本身的稀释能力，你要用这样子就来讲说啊，这样子已经造成了对于环境生态有具体危害的公共危险，非常，我们修法来讲，那个真的非常难。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好了，在一样是2010年那个725台塑公安大火连续烧了3天。有没有说它自身公共危险？因为空气也容易过散。但是我们知道说，其实当地周边的很多的鱼啊，那个科啊，那些其实都有后来因为落成，陆续落成，造成大量的死亡。那在那个案子里面呢，我们都没有看到地检署针对这样的事情来起诉。好，那原因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说，因为这个有涉及到举证困难，而且你要自身公共危险，那个就是说整个过程要件啊，举证要非常的详实，要非常的充分。但是在本件里面，因为只有一天的采证，那个水超标，那后来检测到那个底泥跟鱼体的那个鱼体里面的重金属，底泥的重金属超标，鱼体里面的铜镍也超标。对不起，那是在这个事发之后，已经经过70几天，检察官要求高雄市政府环保局补强证据，他们才去采样来的。那我们要问的说，那个水流从这个德明溪的德明桥的那个附近呢开始排放到出海口，需要多久的时间？你70几天后再去采集，那个东西可以直接证明说是日月光排放的吗？我们等一下一定会再好好谈一下，不管是高雄市环保局或者是高雄地检署在采证以及起诉的资料上是否足够。可是如果像刚您所说的，您感到很心痛，可是却也是如此无奈的话，从结果论，难道台湾的司法不正是在纵容财团无止境的毒害台湾吗？我们来看看啦，我们真的有好多好多法律哦，可是你说哎呀给他定罪拍谁没有半条可以用。水污染防治法当然是最直接的啊，可是说，哎，水污染防治法，特别是第36条说，如果不符标准，可以处3年以下徒刑。啊，说啊，不好意思，这是2014年才过的，哦，啊，你之前2年前的这个犯罪行为不能开罚，啊，这个其实在法律上也对了哈。那好，如果说这一条罚不了，你说另外一条，我们来看看废弃物清理法。我们先看下面这个，任意弃置有害事业废弃物。啊，说啊，这个是管那个污泥呀，啊。哦，那顶的那块物件，啊，水的你讲管袂到，这个其实就人民的这个法律情感已经有一点难理解了哈。为什么废水就不是事业废弃物？这个为什么能够这样认定？好啊，这个就算这个也符合了哈。刑法，你放那种强酸的废水、毒水，不要说对鱼类生态了哈，对于农田那当然有伤害。可是你说这样放，因为你没有长期的监测资料，然后你就说，所以不符合公共危险。那我想说的是说，就已经是连犯着这个行为的日月光都坦承他有做这件事，只是他说他不是故意的，所谓的罪证确凿的情形下都无法定罪，难道司法不是在纵容这些事情吗？詹律师，我就说。还是我刚回到刚刚的说法，就是说司法是不是纵容，我们要分检察官这一边跟法院这一边。是，法院只能被动的审判。好，其实真正关键的就是说证据的收集完不完整，起诉那个法条研究的详不详实，关键应该比较重要的关键应该是在检察官这一边。那检察官这边其实是应该隶属于法务部。那
以这个案子来讲，其实我刚提到过，如果检察官细心一点，高雄市环保局也负责任一点，他有了这一次的经验，那其实就我们搜寻到，以及刚刚跟正也讲过了，其实过去日月光因为这样子的偷牌的前科累累有处罚，应该把这所有资料汇整一起来告诉检察官，然后由检察官局来去论证说，我综合这么多次的资料看起来，日月光确实是一个偷牌的惯犯，而且累积这样的偷牌，确实会造成环境生态严重的公共安全的危险。那这样子，我们说要来起诉，要来把它定罪，当然才比较有可能。啊，不然真的是不能苛求法院闭着眼睛判。我们换了另外一个刚好换另外一个场景，我们去抗议政府，我们也不希望说政府随便起诉啊，法院就闭着眼睛把我们定罪。所以我一直强调，我们应该用相同的标准来看待相同的事情。不过潘老师你怎么看呢？不过我在那个。刚刚詹律师也有谈到说，如果说可以一并，其实我在想环保局应该啦，就是理论上一定要，因为这个资料都扁扁啊嘛，环保局我们其实之前也有引用环保局的资料，这是地球公民基金会所写的资料，2013年哦，这真是洋洋洒洒了哈，2013年2月 K 七厂呢私设管线排废水罚60万，10月呢稀释废水。然后呢，大概是裁处1.1亿，还勒令停工，一样是 K 七厂。11月 K 七厂与事业登记事项不符，然后呢，再来12月又是 K 五厂，12月11号是 K 十一厂，12月11号又是 K 十一厂。我们来看看，其实真的是洋洋洒洒，2011年也是洋洋洒洒，然后一直开罚，虽然金钱都很少了哈，就是几万块或是20几万。我们来看看在其他的这些记录，2012年也是洋洋洒洒。总公司放流水不符标准 ，K 五厂、K 七厂、K 十一厂等等的，就是它真的是前科累累。我要说一句，就是说我其实这条后劲溪哈，这么多年来不是只有日月光在污染，是包括中油公司3年被抓到偷排55次废水，然后呢台塑人五厂一样，那个废水啊在地下超标32,000倍，还溢流到后劲溪去。我曾经当着面问台塑公司、中油公司跟绿月光公司说：“你们知不知道下游有1390公顷的农田在靠这个水在灌溉？”是，没有人敢回答我这个问题。如果说不知道，那真的是无知到可恶的地步。30-40年在那边设厂，你不知道下游有1300公顷的农田在那边灌溉？如果是恶意，坦白讲，那些不叫做公共危险吗？那不叫做是刻意的要危害人民吗？所以我是真的觉得说，台湾的法律为什么轻罚，就20万、60万，犯刑再怎么重大，当年也只有在60万啊。所以这种采罚，企业大财团根本无感嘛。是。第二个问题其实是，就是詹律师刚刚讲没有错，就是说高雄市政府环保局跟地检署都有责任要。长期的去把这些，就是说把这些证据提供出来，但是我也要说，就是说整体而言，其实整个台湾的环境就是保护的这个体制啊，我常常形容说哈，两三只病猫啦，我们的不管是稽查的人数也好，或者法令也好，其实都像病猫一样，但是呢，那些大财团其实就像几千只壮大的老鼠一样。你怎么抓都抓不清楚，嗯哼。所以像这个案子，我也就是同意刚刚詹律师说的，其实现在我们那个高雄市政府跟检调，因为还可以上诉，是，所以应该加把劲，是，加把劲把这些市政收集清楚，嗯哼。那我们一直要求说，其实整体而言，后劲溪要做完整的污染流部调查啦，就是到底这个厘清是谁的责任，是，然后到底日月光在这个污染中。占了多少比例？因为确实不是只有日月光这家公司嘛。是，可是就是政府环保机关跟地检署有责任要把这些厘清，然后进一步上诉。潘老师，要继续打这场官司。日月光是不是就是台湾所有县市、所有河川的缩影？第一个，污染呢很难抓；第二个，好，给你抓到了，也不会怎么样。好，一审判了，二审还是无罪啊。你怎么样看日月光今天的判决？这件事我第一个想问的就是说，难道这些鱼是死假的吗？就是说他自己也承认已经有污染，结果我们的判决呢，竟然从一审轻判之外，这一次呢竟然是完全无罪。这个让我们也觉得很疑惑的，就是说，
那地方法院那一些的法官，他们做出来的判决，跟高等法院、高分院这边所做的判决，他们之间的专业到底在哪边？差别在哪里？是台湾的法律教育有问题，还是我们有看到另外一种，比如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或者是说整个的制度其实就是在朝向一个，比如说像，法律碰到有钱人就是会转弯的事。所以我们是觉得啦，因为我们在地方做这些巡守工作，常常去稽查，然后呢，想办法呢去找到这些证据呢，要对这些恶劣的厂商绳之以法。可是今天看到像这样的一种判例，这些所有真的是用心要去解决那个地方污染问题的，大概士气都受打击。是。日月光啊，7K 厂那边在高雄，好像离桃园很远。其实我们桃园中坜也有日月光厂，就在同一年，大概隔一个月之后，我们那边日月光也发生了他们那个污水呢有外泄。它的外泄呢，因为它是有连线的。环保局人员呢，在8点多的时候就发现了。发现了之后呢，大概半个小时后到那边，然后呢要求他们之后做了之后，我们认为既然你已经被抓了嘛，应该要处罚。可是事后呢，我们发现了没有处罚。他们说，工厂在发现之后3个小时之内呢，已经修复完毕，所以不罚。服不服气？我觉得老百姓看这些案例都非常的不服气。哦，他排废水啊，只要说啊不好意思，我意外的，这个我不是故意的，3小时内啊，3小时就排完了。他说我都解决好了，所以就不用罚。而且是在环保局啊，已经从连线上看到了之后去那里，之后他说从既然是8点出问题，那11点以前他们修复好了。那为什么这个大财团讲话，我们的地方政府跟司法就会比较相信？可是我们来看看呢，当然这个判决，这个是去年一审的判决，判决出来大家还是很不服气，因为你其实污染市政这么明确，然后呢包括我们刚刚谈的这四个人呢，判1年4个月、1年6个月、1年10个月，可是通通可以缓刑，缓刑说都没关哦，这段期间你只要不要再犯那个其他的这些刑责的话就不用关了，所以他说哎，哪有这么好的啦。可是那时候是依照废青法来去判刑，那如果说这个所谓的水不可以当作污泥，不可以援引废青法，那一审法官不就乱判吗？那如果一审法官判的是有道理，那二审法官不就乱判吗？我们再回到3年前这一场日月光全台湾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封装测试厂竟然排放高酸的这些废水，对于整个后继星危害之大，我们来看看。前年日月光被高雄市环保局查获，将男子加工区的 K7 厂高达5500公吨制成废水直接排进后径溪，还故意隐匿通报，并抽取自来水到采样槽供检测。环保局前往稽查时，厂方辩称是单一异常事件。他在排放的时候，这里刚好一个 sensor 坏掉了，结果他一直住化，所以一直排放，所以他 overflow 了，流过这洗涤槽，然后直接排入我们的废水处理厂，所以确实当时紧急状况确实流出去。经环保局检测，此次排放的废水 pH 值为强酸，并含有镍等重金属，比对原废水数值显示根本未经废水处理，严重威胁桥头区和紫观区940公顷农业用水安全，重罚60万，并勒令停工。随后环保局人员也到日月光稽查废水处理设施，结果 K11 厂的综合废水处理槽被喷上一个大问号，因为日月光申请许可的只有一个综合槽，现场却多了一个。日月光人员试图辩驳，但被环保局痛斥，因为现场不止多了一个综合槽，地底下还藏一个多的备用槽，也没申请许可。而排放管线更绕过流量累计表，平时从这里排出去多少水，环保局根本无从监测。这个入放管这一个接过来以后，直接就这样排出去了，所以没有经过下面这个流量计。当时日月光偷排废水风波越演越烈，董事长张前生也出面致歉，造成社会的纷扰与不安，致上最深的歉意。不过环保局还是对日月光 K7 厂做出部分停工处分，直到去年12月中旬环保局才同意复工，而偷排废水风波也让日月光停工将近1年，不法利得被裁罚1亿多元。所以张律师，我自己不了解，说好，如果说二审的判决是无奈，但是比较符合法律的定义的话，那一审不就乱判吗？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其实，在当时，大家都对这么大家企业还会这样子偷排废水感到非常的愤怒。那这个一审的法官其实是在检察官起诉的法条明显已经看不出没有办法将日月光定罪的情况之下，那水务法不行，刑法不行的时候呢，他以这是相同一个事实呢，去找出了废弃物清理法46条规定呢，想要加以处罚。那但是因为废弃物清理法是46条，比如对公司的罚款最高罚金的上限也才300万，是他已经罚了最高，那在当时还是被骂说这是司法轻重。我相信一审的法官他会觉得非常无奈。但是这个案子其实唯一有争议的一点，其实就是在于说，这个到底是单一的异常情况疏失，而或者是根本就是日月光刻意的惯性的在偷排，只是这次被抓包，所以找一个借口。那这一部分，我刚提到这一部分其实不是法官能解决的。那检察官被事后事隔很久才接受那个高雄市环保局移送的资料，他也很难精准的判断。其实唯一的就是比较有可能是高雄市环保局，但是高雄市环保局或许也是事发之后接获通报他才到现场，可能很多证据也已经被改了，或者现场已经被都已经动过手脚了。那这个也就是地球公民基金会提出来的。那我们要不要未来其实高雄市政府应该要做这种所谓全流域全时的这种监测，把这种污染指纹查得非常清楚。但是回到本件里面，其实我刚一再强调，这个案子的法律有它确实有它漏洞的地方，尤其像那个水污法的部分。那这一部分，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民间也组成了那个水污染防治法的修法联盟。那我刚好也是担任那个联盟的召集人。那后来跟公方沟通之后，其实把我们看到的法律漏洞，尽量都把它补起来，也提高一些法则。那这个法当然在今年2月4号已经通过了。那在这个案子一审宣判的时候，我曾经直接的点名批评说，高雄市环保局长陈金德眼很大，好，轻轻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当然他非常的生气。那今天他讲了一句话说，日月光没有行者，不代表没有责任。这个我就赞同。那其实刚刚那个更正也讲过了，在当地的那个污染，中油也好，台塑人工厂也好，这个日月光也都有，他们对这些污染都有贡献。所以当然我虽然认为说刑事责任不应该交由日月光一个人盖瓜承受，但是他们对确实对这个后进溪的污染都有那个严重，都是都有强烈的这个贡献。那对这样子污染的贡献呢，其实高雄市政府环保局其实一直都点点，其实那个环保署的那个土物基金马上点点，其实他们绝对可以用那个土污法要求呢，要整治，要负担这个整治费用。那这个这一部分呢，其实绝对可以让他们这些业者痛，愿意重新去改善污染的方式。可是呢，高雄市政府有没有做？没有。环保署那土物基金有没有做？没有。我们看日月光呢，才刚落幕呢，它可以短短在38天之内花352亿元去收购它的竞争对手细品的股票，高达差不多36%。那一年前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张前生董事长他自己对外公开说他要捐款30亿元，但是呢，竟然还要分30年。这个相较于352亿差的那么久那么多，那还要分30年。好，即便是分30年，那现在一年过去，两年过去了，我们要问高雄市环保局，因为要问张前生董事长，这个钱捐了吗？捐到哪里？高雄市政府你有没有督促他？对，一定要履行这个承诺，要把钱捐出来。那捐了，捐到哪里去？怎么用？都有没有人在追踪？我就没有。所以呢，我也认同说，我们的政府长期的向财团倾斜，法律遇到这个财团都会转弯。但是这个其实有时候不是法院司法的问题，而是第一线行政机关跟财团勾结之后，在执法上面产生的偏差。不过我们可能要特别说明是，我们今天当然也邀请了包括日月光，也包括高雄市环保局。不过高雄市环保局局长的说法是说，因为今天整个高雄市议会都在质询，那他们必须在议会备询。日月光的说法是，他们尊重这一次高院的判决，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参加，不管是来现场或是 call out。 可是我们也来看一看各界怎么看。最关心的是，之前担任环保局局长，现在是高雄市副市长陈金德，他说以前法律都比较保障事业单位了，那要举证水污染真的不容易，所以地检署呢才会用所谓的废弃物清理法来起诉，如果构成就真的给他罚300万，可是也很难举证。
但是没有刑责不代表没有责任，企业都要有社会责任在。市府以不当利得也罚了日月光1亿，那事后中央也修改了水污法。高雄市环保局说，当时水污法没有刑责，那公共危险罪要长期追踪才可以判断因果关系，所以一审获判无罪。那只有废弃物清理法部分呢被一审法官认同，所以分别判刑。日月光的说法就是说啊，尊重司法判决，然后呢感谢还了公司跟员工的清白，更将致力于公司治理，还有对台湾土地的付出。可是李老师，我要请教你了，所以这个给我们的一个讯息，或是给财团一个讯息，就是说，好啊，没关系啊，你要放那种有毒的废气没关系，你要放那种极毒的废水也没关系，放了之后呢，反正要抓你也不容易嘛，哈。啊，你真的很衰，被抓到了，你就说啊，拍谁拍谁，我哪个东西坏掉了，不小心跑出去，我赶快三个小时我就修好。其实就是，啊，政府法院都相信我这样。就是曾经的副市长讲的第一点嘛，就是讲以往法律比较保障事业单位，但是他讲的太什么，太不客观了。嗯，现在的法律还是一样啊。所以我开头就说，台湾的环境保护法律基本上没有办法真的保护台湾的环境了，它其实都是在做擦屁股用的。台湾的环境法规怎么制定出来的？一个草案出来，最早就是什么？就要找事业单位来协调，看他们能不能做得到。所以我以前跟詹律师在当环评委员的时候，每次都在讨论说，到底这个是不是企业最佳可行技术、最佳可得技术，都是在讨论他们能不能做得到，或者他们的钱能不能负担得起。每一次的修法，要不是有强大的这个社会压力，基本上在立法院修法都非常困难。2011年，要不是台塑仁武厂的污染事件，我们逼着环保署要什么？要制定出那个石化业放流水标准，他也不肯定啊。今年要就是去年，要不是那个日月光的事情，水污法怎么会修订呢？所以不只是法院的问题，是整个系统化的。整个国家体制向财团倾斜，立法院一天到晚定那些法规都向他们倾斜啊，所以到最后呢，你会发现说每一次出了问题，现有的法令都派不上用场，要不就是罚则轻到他根本无关痛痒。日月光绝对不是唯一在毒害台湾的厂商，但是他一定是很重要之一。是，这个是一个指标。我刚刚一直在强调说，从日月光2011年到2013年，29次的累犯前科累累，这个绝对是系统化的犯罪行为。你如果说哈，这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过啊，只有3年前那一次，他们就说啊，真的有可能是意外。然后这个为什么会从处就是主管，然后一直到下面的这些科长什么等等，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张前生没有责任，坦白讲，我不相信。那可是今天这个判决出来之后，以后怎么判？我日月光也都无罪啊，为什么我这样就要判有罪？所以之后当这个判例形成之后，对整个台湾环境的破坏是怎么样？我们来看看，这是日月光了哈，这是苹果日报在2013年12月的报道，说可恶，日月光毒害台湾。哎，不是只有日月光嘞，后进台塑也污染它，然后呢，污染半年超标10倍，仁武厂一样在污染高雄，中油连我们自己的毒国营事业一样。就是也共襄盛举，然后，所以因为无追嘛，你都白了，你也都去增加那么多成本去设这些所谓的那个所谓的排污的这些设备。可是我们来看看哈，除了高雄这个情形是全台湾都有，东石乡哦，这变成因为就刚刚黑的蚵仔的黑色了哈，所以现在有那个什么芋泥河啦、芋头河、牛奶河一大堆，红色油漆的，红色油漆，啊，这是树林淡潭。也是红色污水，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在桃园，哇，你看，哇，好像很漂亮哦，这个叫做什么芋头颜色的芋头河，或是牛奶河，在中壢，这个是市议员王浩宇提供的资料，这是在今年8月的时候呢，整个中壢的这条圳沟吼，变作这款色，啊，抓到无大劲啊吼，两天了，搁绑，不同的地方一样给你照牌，然后这个。也是后进溪整个被污染的情形。我想说的是说，全台湾这几十年来河川污染层出不穷，一年比一年严重，污染一年比一年大。可是为什么我们的法令、我们的判决就是拿不出解决的方法？我们来看看。
水底漂浮不明泡沫，还发出刺鼻的酸味，看起来相当浑浊。当地民众指着几个涵洞口，直指就是这些污水，让台中潭子这条35张渠的大排变成又黑又脏的臭水沟。足擦片的就对啦，起泡，吼，起码两尺高的泡，不管伊是啥物，排出来都是唔对嘛。当地居民直指污染源就是这些从潭子加工区流放出来的废水，居民很担心，因为这条大排不仅是加工区的主要排水沟，而一旁的稻田用的水源也是来自这条大排。居民指出，加工区就有5处放流口流入这个大排，多次造成污染，但台中市环保局却一直抓不到源头。当时加工区回应，全区有3处监测站定期进行水质检测，监测酸碱值以及悬浮物，而水面有气泡，并不是污染物。另外，今年3月，桃园市环保局查获大园复兴空厨公司将未处理的废水偷排到南坎溪，化学吸氧量的部分达到761 ppm 啊，已经超标7.6倍。那在悬浮固体的部分呢，哈，达到143 ppm 啊，超标5倍。稽查人员也发现，厂内多处废水处理设备生锈荒废。复兴空厨为了节省成本，利用深夜或大雨掩护。环保局认定是蓄意偷排的重大违规事件，依法开罚53万元。事实上，为了防止不孝业者偷排废水，今年1月，立法院3读通过《水污染防治法》修正案，提高违法排放污水的刑期与罚金。但偷排废水的事件还是层出不穷，看来希望透过重罚来遏止污染事件再度发生，效果恐怕有限。所以潘老师就是请你回到桃园的经验了哈。桃园其实桃园人真的也还蛮可怜，那个污染的情形比例真的是很高很高。到底是为什么？全台湾包括桃园，为什么这个污染会层出不穷？那个整个系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桃园有上万家合法的工厂啊，那非法的还不知道有多少。那过去我们白天可以看到污染，那通报，然后好像也没有什么下文。可是后来呢，确实巡守队发挥了一些功能。可是巡守队发挥功能之后呢，道高一尺，魔高就一丈。就像刚刚信聪说的，像这样的台风天下大雨，那是他们排放的最好的时机。那平常白天他们现在不太放了，那就是晚上放。巡守队没有那种能力晚上哦，天天去查。所以白天能不看到，他们就很万幸了。嗯，那这种惯犯哈，夜间不断的发，不断的在排。我说，10家有1家的话，桃园10000家以上的工厂，一天就有上千家在排。所以我们桃园的藻礁，就是这一些排放的工厂的哈，排污的废水一直去把我们的环境弄坏了。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办法解决，其实是公害文化，就是说早年呢。刚开始污染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地方的人士也都懂得说要去通报、要去抗议，可是现在都不抗议了，大概都是眼睁睁的啊随他了。那早期呢，就是当有抗争的场面出现的时候，我觉得政治人物会过来。刚开始的时候气势不大，那政治人物可能就是先靠财团。那等到呢民间的力量越来越大了，他们会开始加入到啊民间这一头来。那到最后可能就是赔偿了事，赔偿了事会造成的就是说，民间呢既然认为有哈、啊、有补偿了，那声音就没有了。那这样的状况之下，形成了所谓的公害文化，包括未来还有很多就是说后来哈、啊、很多的巡守队这些很努力的去稽查，但是常常得到的回报就是说未发现污染事实。我们过去就是经常碰到这些之后，最后真的很气馁。甚至我们也抓到了，然后也罚款，还要去领罚金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了，家附近有一些可疑人物来，那一定表示有很多资讯呢，是官和商之间呢是有密切的那种关系。嗯哼，所以我在想说，台湾像这种问题呢，大概是需要更多人关心环境，然后去让整个这一个官商勾结的体制呢可以被改变，或者是有另外一个方法，我觉得。我们现在拿那些污水哈，里面含有什么酸碱值怎么样啦，什么 BOT 啦，又什么一大堆的那些专业的数据，要来抓这些啊污染。嗯哼。可是我老百姓哪懂得这些东西呢？没错。我们为什么不能用生态指标来要求这些厂商？嗯哼。所以几年前我们发起一个就是还我有余的溪流运动，
我们老百姓随时都可以去监看我们的河流里面有什么鱼。如果现在这个是只有看到无锅鱼，那表示它还在重度污染嘛，一定还是有很多排废。那这一部分是谁要负责？当然是厂商和你政府要负责嘛。是。那如果现在呢改善成为可以看到鲫鱼了，我们可以相信政府是有公权力有在发挥。如果一直都只看到无锅鱼，那就有问题啊。嗯、那如果说像桃园还有很多像我们那个树林溪，你现在去看。30多年来没看过一条鱼，到现在也还是啊。嗯哼，那这个政府功能到底在哪里？嗯哼，我是说我们的政府是不是可以朝这个方向也定一个啊时间表？嗯哼，几年我们可以在任何的溪流都至少看到无锅鱼、嗯？几年我们可以在任何的溪流都看到本土种的鲫鱼？这样的方式，用简单的生态指标、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愿景。不过张律师刚其实你们三位都一直在谈到，这其实是全台湾系统性的问题。我想问两个。什么叫系统性的问题？这个是地方政府无能去做有效的环境监测保护，还是真的是像刚潘老师说，这是某一种程度，而且是很严重的，叫做官商勾结？又或者是说，好不容易抓到，是因为法律的漏洞而使得说这些人通通都可以成为落网之鱼？到底系统问题是什么？那怎么解决？我们来看看了哈。这个是103年环保刑事案件，侦查终结呢，在一年哦，空屋的话只有26件，所以这跟大家想象就是侦查终结哦，所以只有26件是侦查终结，水屋是49件，废青呢是420多件，那侦查之后就要起诉嘛哈，起诉呢也只有46起诉率，然后水屋呢是43，废青呢是34，那比前一年呢还下降。判决人就更少了，空屋法呢在103年11个人遭到判决，水屋呢是17个，那废青比较多是368个，侦结起诉判决整个是个比例是大幅的下降。再来我们来看看其他的这部分了，每一年都有非常大的，譬如说11年在台中林森精密排这个致癌的废水，然后呢13年日月光这件事情，还有台北市基隆河遭到这个所谓的尾焊纺织排废水，15年包括桃园等等的，还有中壢刚刚我们看那个牛奶河的情形，换句话说层出不穷。系统问题是什么？怎么解决？我们欢迎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台南的何先生，你好哦，那个外公，民国的60年到近哦，台湾上多溪的是阮台南的咸水溪跟二仁溪啦，阮台南的寿命比台北减3冬啦。啊，民国70年到近哦，十大建设的高雄石化区哦，南部的寿命比北部少6年啦。是。啊，民国100年六轻哦，南部寿命比北部少9年。啊，中华啦，各有国光石化比12冬啦。我是讲这方面要处理的是吼，国光石化应该卖去企业新加坡、企业台北设置岛啊，啊，核废料坑咧总统跟另外安尼得解决啦。嗯，谢谢。布里格对社置岛居民应该是很不公平了哈。桃园的王先生，哎，你好，哎，请说。哎，那个关公平，那个我只敢是全台湾省都是，为什么他们的人不缴税？40大排名前40大不缴税，生意造排废物。看看曾经的那上面呢，严肃的，是他们眼睛在笑。我敢像这种情况，他们关台币。好，王先生，不好意思，因为你那个讯号很不稳定，我不知道您在的地方是不是整个讯号比较弱一点。也许如果你可以再试着打电话进来一下。新北市的戴先生，你好。喂。哎，请说。你好，那个我几点？第一个是为什么法官的判决一定要去查他历史上的判决才能决定他是不是第一次？为什么我们的法规不能改成你只要排了我就判你？嗯哼，这是立法院怠惰嘛？立法院什么都要瞧啊。嗯哼，那第二件事情是法官判这个哦，其实我们大家看看也可以笑一笑。为什么可以笑呢？法官什么都判的有问题啊。骂人的可以没有罪，好、嗯哦，那当然我排毒的可以没有罪，因为没有直接杀死人呐、啊。骂、嗯、人把人骂到快死了都没事，为什么排毒会有事？嗯、对不对？那其次是其，哎，那
最后一个是，那为什么我们技术上可不可没有办法去做？你一排进污水管，一排进污水管，我就去做监测，你只要超标，我就从那边就截到了，就开始就罚你了。技术上可不可行？大家有没有研究过？是是，好，非常谢谢戴先生。所以詹律师，系统性的问题是什么？怎么解决？好，我想可能分比较细一点跟比较整体的来看，好，那我先讲比较细一点的。那第一个，我们的所有这些环保法令啊，大概都是在1980年代、1990年代才开始移植进来啊。那时候台湾其实经济的发展也差不多一直在巅峰，所以当然这些法移植进来的时候，但阻力没有很大。但是相对的，因为这些企业在立法院有很大的游说能力，所以相对它定出来的法则啦，各方面都比较宽松。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们政府机关长期以来一样，就是说一个整体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都是告诉我们所有政府都在拼经济拼经济，但是他们忽略了经济的目的其实是要来改善人民的生活，要让人民生活得好。那要让人民生活过得好，其实应该包含了干净的空气、干净的水、干净的土壤、干净的食物、安全的食物等等这些问题，而不是只是表面上把经济发展当作目的，然后创造出来的利益都到了大财团、大股东的口袋里。那但是因为政府一直有这样经济发展的迷失呢，所以呢，他在环各个地，从中央到地方都一样，环保各方面的经费的编制跟人力的那个编制呢，相对都是非常的少。那加上主观的心态，所以这些少量的环保人力呢，不是不想执法，就是碍于各种机关、各种民代不控的压力呢，难以执法，那就会造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我必须要这样子来奉劝这些企业了，其实这种现象其实是可以检验的啦。我们大部分的企业呢，他们其实真正想要赚钱的目的是什么？也是想要改，但是他们想要重是什么？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质。但是当他们急忙忙的要赚钱、改善自己生活品质的时候，他们却是刻意的忽视、漠视他人或者整个社会大众共同的生活品质。是，所以以邻为壑，自己想办法降低企业经营的成本，赚更多的钱，却是把这种污染、这种社会成本呢转嫁给社会大众或者其他的邻居。我觉得这是政府回过头应该好好反省。我们已经讲了快20年的产业升级了，但是呢，面对这一些只能靠没有污染方式，靠污染来降低生活成本的这种企业，它有没有竞争？如果没有，我们可不可以淘汰？还有，如果它即便会赚钱有竞争力，但是它如果它没有企业社会责任的话，我们真的要这样的产业吗？我觉得这是未来2016年政府改组大改组之后，未来的总统跟他的内阁应该好好去思考的一件事情。不过说实在哈，现在在希望这些企业大财团突然间找回自己的良心，突然间有社会责任，这个大概很难这样指望。可是有没有一个方法？好，你敢排，我就一定抓得到。我就是说，整个河川的及时、立即的监测系统，我做得很完善。你一排，我就知道是你中油排的，就是你日月光排的，我马上抓到排什么，我马上知道。那所谓的官商勾结这件事情，透过公开的公民参与，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你监测的资料，你要去勾结就不那么容易。我们来看看整个监测系统的改善，恐怕才是让我们的河川命运可以继续保留的重大关键。之前科技业者日月光偷排重金属污染的废水到后进溪，造成近千公顷的农地受害，类似污水乱排放污染环境的事件层出不穷。环保署上个月公告，下修每天排放废水量达到1500立方公尺的工厂必须设置自动监测设施，监测的业者从84家扩大到273家。不过环保团体认为，即时监测的数据只连线到地方的环保局，让环保署的好政策美中不足。一般的公民还是没有办法取得到底你监测的结果是什么，你到底是超标还是符合标准，大家都不知道。环团也认为，全台事业废水列管的业者有20000多家，目前需要设置自动监测设备的虽然增加到273家，但仍只占了1.3%。不过环保署强调，这273家业者就掌握了80%的废水排放水量，即时公开的线上作业也已经在规划中。最快是年底，那最慢大概在明年年初，应该就可以上线了。环团表示，对岸中国大陆的即时环境监测连线资料早就有方便查询的线上平台，台湾的环保署也应该加快脚步，让公民共同参与监督。所以李老师怎么解决？刚刚其实提到那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呼吁的，要增强那个社区的知情权跟就是紧急计划跟民众参与的相关法案。简单讲就是说，信中领导哪有工厂？我附近哪有工厂？我站在边的人，我会知影讲吼，你已经工厂吼，到底排放了什么东西到空气里面？排放了什么东西到水里面？排放了什么东西？就是说有产生什么样的废弃物？它的种类跟量各是多少？是人民有权利知道说这家工厂的状态。是，那所以在搭配刚刚环保署讲的这个叫做等于水污染的即时监控嘛，这整套东西要完备才行。我们现在的状况，为什么整个台湾的这个工业管理停留在第三世界国家？是因为我们对于那个企业的监督一直都没办法提升嘛？是因为很多资讯都掌握在政府手里，也不可能公开；掌握在企业手上，也不可能公开。所以人民住在一个极端危险的地方，也不知道那家工厂干什么。这个是因为没有钱的关系，还是中央没有没有法令？没有法令。到目前为止，其实台湾这套法令至少落后这些欧美国家几十年。所以我们就是要逼迫立法院去立这样的法。对，就是这个叫做资讯公开的相关法案，就是社区知情权。我们虽然有个资讯公开法，可是对于社区要知道这些污染性的这些措施，其实都没有。所以我们在那个上次那个高雄气爆事件之后，不断在提这个概念，是叫做社区知情权及紧急计划的相关的办法。嗯哼，这个。其实将来在立法院一定要尽快定。那你们之前有对立法委员去做游说吗？这部分其实哈还在已经提出这个呼吁了，但是还没有真正开展。台湾这方面还是非常弱，还没开始。对。那第二个问题其实是要建立起整体的这个核川污染总量管制。是。我们现在的状况，像潘老师他们在桃园状况，就是那么多工厂排进去，就算每一家都合法，那个核川也死翘翘啊。是是。所以水污的这种总量管制的概念要建立起来。长大之后呢，就会慢慢的失去某些东西。韦德现在在哪里啊？他现在在上海啊。啊，家里也不是在上海，他们两个应该会冷静一下吧。我不会跟他碰吧，我也没有他联络方式啊。就眼睛圆圆大大的，姓唐的那个唐佳妮。唐佳妮，其实我从来没指望过会在上海遇到你。周一至周三晚间九点，十六个夏天。1, 2, 3, 4! 大人不经意的责备对小孩带来独生的阴影。感觉他不要我了。不哭今天的代课老师唐丽琪要带小孩重新诠释这些难听的话，勇敢向大人申诉。有必要你以后说你以后不要叫妈妈。沟通将带来感动还是挫折，看小学生展现沟通的力量。每周五晚上。